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，想家的夜晚他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。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，童年的蝉声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。当手中握住繁华，心情却变得荒芜，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。当青春剩下日记，乌丝就要变成白发，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唱。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像妈妈，天上的眼睛眨呀眨，妈妈的心呀没有变化。家乡的茶园开满花，妈妈心肝在天涯，夜夜想起妈妈的话，闪闪的泪光如冰花，啊，闪闪的泪光如冰花。妈，你起来呀，我们去看海好不好？我们让郭老师带我们去看海。妈，你快起来呀！光明，郭老师，快带我和妈妈去看海好不好？你看，我妈好高兴，她都笑了。郭老师，我妈笑的是不是好漂亮？光明，你不要这样。你妈妈。妈妈她已经死了，她不会再起来了。你一定要坚强。你骗我！我妈还没死，我妈还在笑。林老师，林老师，你看，我妈是不是还在笑？你快看呀！我还在笑。光明，陈老师，你快看，我妈是不是还在笑？我妈是不是还在笑？你们都骗我，都骗我！你们是坏人，我再也不理你们了。你们走开，阿明。你上去看看。都拥有跟他在一起的美好回忆。
是问老师，看见妈妈笑了吗？他笑了，老师看到了，妈妈感到很幸福。他走之前没有留下任何遗憾。阿明，是你，是你给了妈妈幸福的一生。应该为他感到高兴，好吗，阿明？老师，阿明别怕，老师会陪着你的。郭阿明他们家真是太可怜了，不是说病都好了吗？怎么突然间说走就走了呢？佟大贵，以后啊要孝敬父母，听见了吗？长大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的爸爸妈妈，不管你将来工作有多忙，都要经常回家陪陪你的爸爸妈妈，这样他们才会高兴，知道了吗？云天，现在终于有机会，不管是为了你自己，还是为了你死去的父亲，一定要好好孝顺你的亲生母亲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她。一个母亲居然20多年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还活在人世，你怎么能忍心让他再多等，哪怕是多等一天啊？郭老师吃饭了。哎，郭老师吃饭了。我不饿，你们吃吧。哎，要不一会儿菜该凉了。没事，你们吃吧。郭老师怎么了？走吧，我们去吃。老师，郭老师，早。早。这么早，你打算去哪儿啊？去找我妈。你这孩子真有口福，我就说这煮好了给你送过去，你就来了。
这是洛神花，天凉了，最后一茬了，再不喝可就没了。洛神花，清热败火健胃，还有助睡眠呢。你看你这些天眼圈黑黑的，是不是没睡好觉啊？快喝吧，挺管用的。怎么样，好喝吧？多喝点。大清早雾这么大，你跑来干什么？你看这一头的露水，这山里头冷，小心着凉。看，我穿了这身新衣裳，好久不穿新衣裳，还真挺不习惯的。我再给你装一壶，你带回去，给你们学校那个林雪芬姑娘喝。那是个好孩子，将来谁要是娶了她呀？啊！我的养父叫郭大为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，我是您儿子，我是您和傅凯的儿子。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一个人生活。谁是郭大为啊？我不认识他，我儿子早死了，你们全弄错了。妈，妈，你开门呐！妈，你开门！我养父没弄错，我真的是你儿子。妈！这是狼外婆的儿子，你小声点。不是，不是雪芬，这也太荒唐了吧！这么说，郭老师是田螺坑人。我早就说过了嘛，我和郭老师也是亲戚。这么说，我在省城也算有个亲戚了。注意了啊，省城怎么了？你们这叫盲目崇拜城里人。怎么样，这件事情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。不是不是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这他还说什么了？他根本不给我再说下去的机会，不管我怎么敲门，他一句话也不讲。别着急，这么多年，那件事一直是他最不想提起的。现在告诉他这个真相，他肯定接受不了。加上菊英她脾气本来就倔，慢慢来。明天我去他那看看，看能不能问出些什么来。你要躲到什么时候？为什么你不认云天？为一个男人，你打算把一辈子都搭进是不是？为他守一辈子寡，你自以为很伟大吧？你这在逃避现实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你儿子自己找上门来了，他要认你，要照顾你，你还打算一直躲下去？哎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倒是想知道，你们到底在想什么？二十年前，你们为了自己的面子，活生生把我们母子给拆散，
然后告诉我他死了。现在你们觉得内疚了是不是？然后又跑来告诉我他没死。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们也太自私了。你们不为我老太婆想，总得为孩子想想吧。他有那么好的前途，他是那么优秀，他辛辛苦苦念了那么多年的书，你们却非要把他拉到这穷山沟里来。你们明明知道这孩子他心地善良，明明知道他知道真相后会干出傻事啊，你们还要这么做，你们是为什么？为了我一个老太婆牺牲掉孩子的前途，这值得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现在告诉你一句话，我只相信你20年前告诉我的，我的儿子已经死了。该回去休息了，长妹，带弟弟回屋睡觉吧。不要，我要陪妈妈。妈妈明天就走了，妈妈明天就去茶园了。傻孩子，妈妈早就走了。不，妈妈还在这儿，妈妈还跟我们在一起。傻瓜，就是因为妈妈还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你更要听话。这么晚了你还不睡，你不怕妈妈生气吗？可是妈妈明天就去茶园了，我再也看不到她了。你忘了你自己说过，妈妈就是鲁冰花，茶园里永远都有鲁冰花，就像妈妈永远陪在我们身边一样。所以你怎么会看不到妈妈呢？看到鲁冰花就是看到妈妈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不要乖乖听话，我去睡觉。我在妈妈床上睡好不好？我想念妈妈的味道。那好，那就让阿敏睡着。
在你身边。别难过了。妈咪，别难过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最重要就是赶快把病养好，啊，都别难过了。走吧，回去吧。找什么呢？我要给阿明治病，我去采草药。古叔，古叔，这些偏方都是没有根据的，没有经过医学证实是很危险，你不能拿古阿明做实验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不管有没有根据，我都要试试。小梅，千万不能让古阿明吃你爸采的草药。你爸一回来，马上到学校通知我，好吗？相信老师。干什么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肯承认你就是我妈？我相信你一定已经很清楚，我就是你儿子。好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儿子就葬在对面山上，当年条件不好，究竟葬在哪儿已经找不到了。可是我每年都会到这儿来看他们。可是我只有一个儿子，我没生过第二个儿子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妈了，妈可不是随便乱叫的，传出去别人听见不好。对你倒没什么，我还要在田螺耕过一辈子呢。那不是你儿子，你儿子在二十几年前已经被送到了省城，他们所有人都瞒着你，我才是你儿子。这是廖大年告诉你的吧？你不要信他的话。我的儿子死了，我亲眼看见他下葬的那个情景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。也许你不是郭大威的儿子，可你跟我没有一丁点的关系。我说的够清楚了吧？再见，校长。哦，下课了。你知道他刚带我去哪儿吗？去哪儿了？
去看他儿子埋葬的地方。嗯，埋葬的地方。你见过他了？啊，见了，聊了一会儿。那你们聊了什么？ 聊了什么啊，校长？云天，是这样，孩子毕竟是他生的，情况他最了解，所以……所以什么，校长？所以他说不是，也许是我真的弄错了。弄错？ 校长，这事怎么可能弄错？对不起。吃饭吧。画什么呢？这是天堂，这是妈妈。妈身边有很多很多漂亮的花，妈在天堂上过得很高兴。 别画了，先吃饭吧。爸还没回来呀？应该是还没采到草药吧。姐，爸回来，我的病就能好吗？一定能好的，你别担心了。你歇会儿吧，都画一下午了。我不累。吃饱了饭。 别担心了，爸很快就回来了。姐，哎，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？ 看见我不是应该兴奋一点吗？怎么是你啊？除了我还能有谁啊？你来干什么？臭小子，你这什么态度？我来送你们上学啊！我爸去山上采药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别哭，别担心啊！那这样，我这就去找人看看。 谢谢大宝，谢谢。没事，你快进去吧啊。走。大夫来了，多撒娇。阿明，你怎么还来上学呀？我妈说你病得很严重，你得的是什么病？阿姨，你们烦不烦？走开，别弄我了。谷阿明，你怎么来了？ 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老师。你别擦了，让别的同学擦就行了。没事的，老师，我能行。那好吧，如果有任何不舒服，马上通知老师。嗯。我擦上面。哦，小心点哦。 怎么回事呀？
林老师，怎么回事啊？小程，你看他流了好多鼻血，我带他去卫生站吧。不，林老师，你留下给孩子上课，我带光明去。啊，来，走，来，孩子们让开，快让开。不练了。老师，我错了。什么？你就错了？你看看你今天的表现，注意力一点都不集中。就你这个样子，还是不要去参加比赛了。你一共就两个月的时间，你这个样子怎么去参加比赛？还说要到县城里面去跟你爸爸妈妈团聚，我看还不够丢人的呢。你跟阿明是好朋友，你学学人家阿明，看看人家多用功。哭，就知道哭，哭什么呀？哭能拿第一吗？你看看那点出息，啊！老师，阿明会不会死啊？老师，我害怕，我今天上课看见阿明流鼻血，怎么挤都挤不住。大老师，阿明是不是快死了？阿明不会死的，阿明的病啊，很快就会好了。你骗人！佟大贵，老师没有骗你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啊！记住，以后千万不要当着阿明的面哭，你要坚强起来。记住，你是个男子汉啊！雪芬，谷阿明和谷茶妹呢？这怎么回事？谁流血了？是谷阿明。早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流了好多鼻血。那他现在人呢？校长送他去卫生站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他爸找到草药了。顾老师说那些草药没有科学根据，是不能乱吃的。那现在也没办法，没准还真管用呢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和你说了，我去看阿明了。哎，赵队，谷阿明他，哦，他刚才被谷世聪接回家去了。怎么了？是。爸爸呢？后面呢？别熬了。爸，你别杀他，你留着他吧，他还能下蛋呢。爸，你别杀鸡。郭老师，快跟我爸说，别让他杀鸡。谷叔，你先听我说好不好？你还是那几句话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我不走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你拿谷阿明的生命开玩笑。笑话，阿明是我儿子，我不救他，我还能害他？谷叔，你这就是在害他，这些偏方只会让谷阿明的病情更糟糕。谷叔，郭老师，我一向很尊重他。可是这是我们家的事，我的儿子我得救，这是我们谷家祖传下来的方子，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剩下最后一个指望。如果这么简单的偏方就可以治得了白血病，那还需要医院吗？那还需要那么多医生在那边做研究？你不能因为这个病跟血液有关系就非要喝血不可。谷叔，跟血液有关系的病有多少种你知道吗？叔，也许在古代他们都叫做血症，可是事实上他们都是不一样的，不是一种偏方就可以治得了。还有那积血，你怎么知道那积血里面有没有病菌？以谷阿明现在的抵抗力，他根本就承受不了。还有这些来路不明的草药，你怎么知道它会不会有副作用？谷叔，你这么做等于是在让谷阿明慢性自杀，自杀也比等死强。
郭老师，我一向很尊重你，我请你不要再说了，你走吧。你干嘛？我绝对不能让你这样做，你这样做真的会伤害到谷阿明。你给我放下，听见没有？爸，爸，你别这样，爸，爸，爸，你给我放下，听见没有？我说，爸，别这样，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管。这是我千辛万苦、费尽心力才采集到的，真想你高兴了，你达到目的了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，那就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相信你，相信医院。那跟等死有什么区别？我一个男人，我是一家之主啊！我眼睁睁的看着老婆走，我不能再眼睁睁的看着儿子走。你以为我心里，我谷世聪一辈子没有娶我时，没有拜我父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愿意这样吗？有知识，有文化，你了不起。那么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啊！你说话呀，郭老师！你说话呀！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救阿明？爸！别太内疚了，你做得很对。要不是高大宝来找谷阿明，我还真不知道老谷把他接回家来是要干这个。幸亏你来得及时，要不然呢，后果不敢设想。那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样救不了谷阿明。唉，现在只有听天由命吧。哎，有件事。我还是得嘱咐你一下，谷阿明是不是要参加县里的美术比赛啊？是啊，以他现在的身体情况，必须要好好休息。我看，最好还是放弃吧。林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打扰到你了吧？我是看教室的灯还亮着，以为是学生忘了关灯，就过来看看。没事，能不能陪我聊一聊？好啊。你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你的老师吗？
是啊，我小的时候觉得我的老师一定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，因为不管我有任何问题，他们都会帮我解答。而且不管遇到任何困难，他一定都会想办法帮你解决。所以你小时候一定觉得你的老师很伟大。我现在也是这么觉得的。所以也是因为这样，你从小就立志要当老师。是的。那我一定是全世界最不聪明、最不称职的老师。谷阿明的事，我们谁也没有办法。不要太自责了，好吗？我要把谷阿明的画继续参加国际儿童美术大赛。以谷阿明的才华，他有资格参加任何的美术大赛。做，谷阿明一定会很高兴，而且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他也会觉得这一辈子知足了。时间过得好快啊，我来这里还不到一年，可是最近我老觉得好像过了一辈子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当然记得。我那时候觉得你是我遇到过最没有礼貌的人。你也是我遇到最凶的女人。可是我最近才发现，你其实是一个很温柔、体贴、善解人意的女孩。我真的很高兴能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能认识你。我更高兴你能来田螺坑教书。郭老师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全世界最不聪明、最不称职的老师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是全世界最有爱心、最愿意为学生付出的老师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，只要有机会为学生付出，那就够了。睡呢？我睡不着，腿又疼了。哪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是在想事情。想什么呢？姐，大家好像因为我都变得不开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，郭老师，林老师都变得不一样了，还有你和爸。我每次看到你们的时候，都觉得你们很不开心。别瞎想，没有的事儿。姐，我好像想通了，哭着过是一天，笑着过不也是一天吗？我以后再也不哭了，我要天天笑，要不然大家以后想起我，都会很不开心。还会说我是爱哭鬼。
伤悲切。